真情六十秒。以前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可能我这一直都是父母照顾的，很多事情都不懂。我现在知道了，以后家里家务活，洗衣服啊、洗碗啊这些事情我都会做的。那些换灯泡啊，这些事情我也都会学的。你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好吗？我以后绝对不会像以前这样子了。但是你同样的话其实已经说过很多次，每次吵架你都是这样说，到后面你也没改。这一次我真的会改了。但是你改的话，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改好啊。我觉得这老师们说的很对。好，时间到啊，不用总结们老师说的对不对了，你现实生活里能改就行了。回去吧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就像我想给我老婆一个惊喜。不是送花吗？你送呗，这不叫惊喜，拿去呗。啊，我都看见了。亲爱的，以前我知道是我一直不对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，以后我一定好好改正这些之前的这些毛病。你原谅我好吧。我要是你，我就说改好了你再来找我，花还他。请回吧，两位。请关门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以后的日子，我们一起相遇。好吧，你愿意，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你会用洗衣机吗？你也会用啊，不错，回去吧。来，见证属于他们俩的幸福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我这些缺点一定都会好好改正的，一定会好好对你的，原谅我好吗？我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谢谢亲爱的。快点长大吧，祝你们成长吧，我不用幸福了啊，先成长再幸福。来，请回两位，谢谢你们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请回，请回。